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水母电影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玛丽苏电影，虽说是未成年，但可不是小孩子哟。小白是一个超级白富美，为了照顾她的生活，父母给她安排了6位保姆，从起床、洗脸、化妆、换衣服都不用自己动手，活活把她宠成了废人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男闺蜜小帅每天都会跟她告白，她的生活简直就跟公主一样。在高中生活的第一天，小白就对足球队员水哥一见钟情，他不自觉地走上前，却被迎面而来的足球撞飞。这时水哥出现，他及时保护了小白。看着水哥帅气的面庞，小白痴迷不已。而令他欣喜若狂的是，在他16岁的生日聚会上，父母为他安排的结婚对象就是水哥。第二天他们便举行了婚礼，没有亲友的祝福，没有钻戒，没有誓言之吻，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他很开心。婚礼过后，他们来到了水哥的家里，看着眼前破烂不堪的房子，神经质的房东，小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正当小白憧憬未来的幸福生活时，水哥直接泼了他一身冷水。他告诉小白自己并不爱他，自己选择和他结婚只是为了偿还家里的债务而已，而他不准踏入他的房间一步。就这样，两人刚结婚就分了居。第二天，小白崩溃地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收拾，好不容易出了门，却根本不知道学校在哪儿。总算到了学校，结果学校已经放学了。回到家，小白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向水哥哭诉了自己的遭遇。看着委屈的小白，水哥既无奈又好笑，他开始教小白做日常的小事，教他做家务、晒衣服、做功课。小白很感动，为了报答水哥，他偷偷地为他做了一顿饭，虽然卖相不好，但是出乎预料的好吃。然而这一顿饭却花了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。随着长时间的相处，两人的感情逐步升温，水哥对小白也越来越温柔。而这段时间，小白似乎成长了不少，他开始懂得关心体贴别人，知道家里的佣人不容易，于是为自己的任性向大家表达了深深的歉意。他也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学习，水哥也渐渐被这个单纯的女孩吸引。而小白的改变让小帅觉得不可思议，通过调查发现了他和水哥结婚的事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逼迫水哥离开小白，否则就把他们结婚的事儿透露出去。此时已经对小白动心的水哥深知自己没有能力给小白更好的生活，他选择了放手。他带着小白度过浪漫的一天后，彻底消失在了他的生活中。而小帅也趁机狂追小白，可不管他做什么，小白始终闷闷不乐。他回到了与水哥曾经住过的家，睹物思人。而水哥也发现自己放不下小白，也回到了这里。当看到一直等待着他的小白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，和小白相拥而吻。5年后，在亲友们的见证下，两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他们彼此交换戒指，许下了誓言之吻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付出时的快乐，是拥有时的满足，是不离不弃的守候，是你一直都在。好了，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虽说是未成年，但可不是小孩子哟。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呀。